记得可好？谢谢，一切都好了，快请坐吧。嫂夫人请。嫂夫人，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让石会长操心了。无论怎样讲，现在我们还算是亲家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啊，有什么需要，请嫂夫人尽可直言，我义不容辞。老爷走得太突然，我想，如果仓促的给孩子们办事儿，我心里会歉疚摧之一辈子的。咱们是不是缓一缓？这是嫂夫人的意思。是啊，如今这是鼎鼎重要的事儿了。翠芝这么好的孩子，我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可是我们家现在这么风声鹤唳的，我觉得对她不公平。我已经让倩茹提心吊胆，我不想让翠芝再牵连进来。言谈眼下是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也请嫂夫人不要过于交心。我与萧同兴感情度深，还请嫂夫人不要拒绝。